南投县民间乡光协国小室内四组乐及国乐团成绩优异，参加112学年度全国学生音乐比赛中区决赛，室内四组乐团国小 B 组比赛荣获特优，而国乐合奏荣获优等。日前也特别举行庆功宴，县议员林应如、民间乡乡长陈汉立等人也亲自到场祝贺。我们今年的全国学生音乐比赛能够获得四组室内的特优，要感谢很多人的支持哈。那除了我们南投县政府教育处的经费资助以外呢，我们的寿天宫跟民间乡长陈汉立乡长也给我们一些经费的赞助。那我们从现在夺冠之后呢，我们就积极在准备这次的全国赛。那寒假期间呢，安排了许多的集训课程。得到这样的佳绩，也让孩子学得到付出努力才有收获哈。在全国学生音乐比赛当中，歌校高手如云，光协国小室内四组乐团能够在各县市顶尖团队的较量之下，勇夺特优好成绩，实属不易。对此，县议员林应如也感谢校方、学生及家长的支持，有大家在背后的推动，才能够荣获如此佳绩。那么在这边特别感谢我们所有的小朋友还有家长对于我们的这个荣誉的一个争取，尤其我感觉讲啊特别感谢到咱学校这边哈，等于咱光协国小对到不管是国乐还是我们的才艺呢，在推广上都有很好的一个成绩展现。那么这一次呢，非常的不容易，在我们的丝竹乐团呢能够得到了这个特优，可以说是非常高的一个殊荣。那么今天特别到场来鼓励大家，来肯定大家以外，也特别献上配合团的红包，希望能够给我们的一个国乐团更大的一个益助，也希望说这一次的好成绩未来带来更好的运气，让我们能够每一届呢能够有好成绩。再一次的恭喜我们所有光协的小朋友们。光协国小校长涂仁雄进一步指出，去年拿到县赛冠军之后，全校师生就开始积极准备全国赛，包括寒假期间也都是很密集的在做集训。期间除了要感谢南投县政府给予经费上的补助以外，也特别感谢民间乡乡长陈汉立、县议员林应如、寿天宫以及众多善心企业等对于学校经费上的支持，才能在全国赛当中勇夺佳绩。记者陈文俊民间采访报道。